说了，咱们就直接给他表演了啦，直接让你们看看人家为什么叫腿子女神，他做得到你做不到的事，来看他的表演。拥有高超足技，能将任何东西用脚把玩的立威，将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超光了，我的妈！哇！我的妈！这个叫做专业啊，专业的艺术人呐、啊，是相当不容易。那受伤过吧？嗯，因为这段表演吗？难道是感情的路？或者是其他的？感情的路上受伤过是一定会有的、啊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东西。其实我每一次表演的时候，我的腿毛其实都会不见，都不见，因为刚刚往上摔。对。那也都不用去蜜蜡除毛，女生还好，女生本来也就除毛嘛，对啊，省掉一笔钱啦，省起来有没有？这那我相信这个应该就是男朋友也是做同一个行当的，对，里面是对，应该才有办法，要不然没有办法接受嘛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我自己的女朋友，让她看她这个样，弄她心都碎了，对，心疼。爸爸妈妈应该也是吧？对，爸爸妈妈其实蛮支持的，真的哦，对啊，他们自己也蛮想玩的，哦，所以我自己其实蛮开心，他们支持就好了。孩子做什么，爸爸妈妈当然都支持的，对，还是爸爸也是其中里面的一员，没有，刚刚里面有爸爸保护你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也是。
做这些，但是有发生很不幸的事情。对，这个真的要保护自己，危险，真的是危险。对啊，被那个这个有时候油会喷出来，对，油烧在身上那是最危险，对不对？对，尤其烧到衣服的话会比较危险，所以我们衣服其实都会自己特制。有这次的表演，我们也会有一个账单要请你们接收一下。对，我们摄影棚被你们熏黑了。落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